啱啱嘅礼拜三法育局就取消赛事。嗱，就算马会冇讲到明啊，相信大家都会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系野火人物何君尧同埋佢名下马匹天龙出赛啦。嗱，因为呢队人马而令到冇得马照跑，呢次嘅军鹿之乱，相信将来都会记入香港嘅史册入边噶啦。而对于原本打算出赛嘅人马嚟讲，相信都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嗱，马匹谷倒影大就冇得跑，涉火会太燥。至于原本有得跑某啲马嘅骑师，就因为可能马匹报跑其他赛事而冇咗个税权。嗱，今次嘅受害者就系华将一哥何泽尧啦。原先姚泽啱啱礼拜三就去帮苏慧贤马房嘅快乐欢腾效力。嗱，而家呢匹马就匆匆暴增下个礼拜三嘅四班千年米第二组赛事，但骑师就 upgrade 咗啦，变咗冠军骑师潘顿。假如啱啱礼拜三跑得成嘅话，快乐欢腾就会同另一匹马理想回报同场，而潘顿当时都拣骑咗理想回报，冇替快乐欢腾效力噶。但系下周三理想回报就冇报名，因此潘一哥就可以即刻踢走姚仔，骑快乐欢腾出战。嗱，快乐欢腾过喺香港十三次都未赢过，但系呢匹马上季三班曾经与遨游战士串 Q， 而家遨游战士已经上到去二班啦，但系快乐欢腾反而降落四班角逐，条件咁有利，难怪呢匹马会得到潘一哥垂青啦。号召有心人帮学生撑足一年睇苹果，请即行动。